是互相来体谅，咱的爱情不是梦。感情无满，感情无投降，恩恩爱爱一世人。守护心甘情愿，为你做梦，为你打出是我的梦梦。一边辛苦目送，一边辛苦出山，山河就在心顶上。新雄叫咱去找天马天，也毋过我连东南西北拢找过，就连地底下我嘛找过，都是找无着无。废话，我嘛知影啊。也毋过，阮阁有一个所在也未找。什么所在啊？汪永顺，嗯，你是讲天外天哦？是啊。哪有可能啊？你莫我白讲好无？困懵困哦，莫乱梦啦。哇哦。不吃。土行孙讲的嘛有道理哦。嗯。锦旗在呢。嗯。师兄，天柱顶关是啥啥？锦旗在呢。师兄，是啥物意思啊？嗯。原来是安尼啊。这天书意思是讲，咱根本就唔免去找啊！哈，咱根本唔免去找哦！天书讲咱唔免去找，安尼游证唔就无救啊！你莫胡白讲啦！这天书是写讲，锦旗在我，就是讲，伊会带咱去天外天一个所在。是不一定，来去天外天。叔兄，咱总算来到天外天了嘞。这天外天果然是天啊！哎呦，也不过身上啊，这什么拢无，咱是要去倒位找天外洞的天眼啊？哎呦，土行孙。咱即马哦，已经找到天外天，我相信咱一定会当找到东华东。师兄，你敢要看天书顶关，敢还阁有啥物指示？嗯。嗯？嘿？师兄啊，这是啥物意思哈、啊？哎呦，好意思。讲哦，你讲唔成哩，连这也唔知道。天书的意思是讲哦，叫咱往行。哦，师兄，我讲的对无？哎，是啊，啊，结果到尾啊，嘛是要用行的哦。无唔对，行。原来陈建明，你的娘子嘛是离奇失踪的。是啊。自从我平调将军了，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，唔捌倒转去厝的。谁知影？这边我一个转去到厝，煞发现我的娘子血滚离奇失踪，而且唔管我哪四界找，就是找无伊的啦。小公主，借一步讲话。这陈建明的娘子失踪，敢会是甲最近的失踪案有关系呢？夫人，这我嘛唔是十分确定。啊，不过最近失踪的拢是一寡查甫的。你陈建明的娘子是查某的，而且我嘛试过问过啊，并无其他女子失踪。我嘛伫咧想，为虾米敢那伊一个女子失踪？这个嘛，搁再讲，陈建明离开厝嘛有两冬啊，伊娘子当时失踪，为虾米失踪？自然嘛无人会当知影。
小公主讲得有道理。陈建明，敢不是你的娘子倒在后头厝啊？哦，圣上夫人，这绝对无可能。淑君自细就无爸无母，所以才住在阮家一直到嫁外为止。而且，我的爸母嘛在五年前往生，所以我真是想不出淑君会走对倒位去。这个嘛，哎呀，罢了，咱即马伫这咧乌白哟，嘛无啥物帮助嘛，对无？陈建明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，甲你冒吹倒来。多谢圣上夫人。唔免客气，小公主，即摆你有啥物计划呢？夫人，既然有人讲有妖怪伫专门掠查甫的，那安尼咱就制造一摆查甫的，让迄个妖怪来自投罗网。这个死查鬼啊，你有够好哩啊大胆，竟然敢反抗我的命令！是啊，你是来愈来愈大胆呢。苏姐不是命令你，你也不进前，把人抓回来。这摆竟然连一个人拢无，你根本和阮作对嘛，哈？夫人，我拜托你，别阁伤害无辜啊，好无？我愿意奉替恁两个，无论恁叫我做啥物代志，我拢愿意做。啊，不过我求你，求你别阁叫我去掠人啊，好无？杀人！你本来就是我的控制，你凭啥物跟我讲条件？我老老实实跟你讲，你给我听好清楚。不管你想要做，也是不想要做，你拢爱听我的。我叫你做啥，你就乖乖给我做啥。要若无，我就给你好。哼，死查某鬼啊！阮苏家已经讲好尔清楚啊，你搁在底下创啥？也唔去去抓啦。唔免啦，看到伊个死人面，我心情就郁卒。我看。今日就予我家己亲身出马，我唔你来去，唔免，只要你好好甲看好就好。哎呦，这个小公主真正是哦，我猜我平常时真疼伊。竟然如此安尼甲我设计，当妖怪是要掠查甫的呢？爱两个人出来就好啊，莫讲我要插一脚，都叫我扮查甫给妖怪掠。唉，真正是脑筋不会急转弯哦。阴风凛凛心条惊，势必全无几分影，害我两脚拢袂晓行，唔知几分会伫我的脚正拼无？甲迄个鬼惊走就伊啊！夫人啊，啊，咱就是听讲伊要甲掠人妖怪引出来，啊，你要哪样？啊！歹势，啊，咱是要来掠妖的，不是要来惊鬼的吼！啊，是的，歹势。夫人，你免惊啦，阮只是伫只附近，假使讲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大声喊，我马上就会出来啊！哦，我知影，你没有骗我。夫人，我哪有可能会骗你啦？是啊，夫人，只要你一出声，阮就找出来甲你救。只要夫人，你莫无缘无故发个大声声。好啦，再来。夫人，那呢，我先来走。再见。这两个死囡仔婆真正是气死我了，不，你来瞧看卖讲。我袂用搁大声话，安尼就表示我真惊，袂用个惊。
好，我爱在咧笑，好袂笑死。我的话，佮新姐还袂联系，我要哪可能拍死伊？拢是你这死查鬼，若毋是你无甲人抓转来，互苏姐连讲，苏姐还变成安尼。慢车，乌爹，以前莫管遐死查鬼啊，是过来帮我运功疗伤。是，我即马甲你警告，你马上互我出去抓，影无？我老表，你好过？你搁踩地下创啥？也唔进去？亲像，咱不管哪行吼，都安尼茫茫渺渺，就连啥物鸡啊、鸟啊都无半只，哎呀，根本就无啥物动嘛。不过，咱是完全遵照天书的指示，应该是。哎呦，师兄，天书顶悬也无啥讲哦，当时才会当行到哦，动外动。开始爱咱行7749天，但是爱咱行9981天。才会当行到动画中，即摆用这足需要用天眼的啊！我看哦，到时就算咱找到，伊嘛无去。丢心的。嗯。落车托人说，你莫安尼想啦。这啊，人咧讲，拄到啥物代志，一定要坚持落去，免半途而废。咱都是遵照天书的指示，才当找到天画天。所以我想，无外久，咱一定当找到动画图。师兄，你要看卖哦，天书顶关有啥物指示无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心神接灵，
心情即圆。叔呀，这天书下的这四个字是啥物意思啊？这天书所写的意思是讲，咱一定要意志坚定，一心只想要找到这通活动，咱呢就会当找到。哦，师兄啊。安那，阮是要安那做才好啊？拄只我用土遁术嘛无效呢。是啊，我嘛卡到风火轮去吹啊，嘛是吹无。恁用这种办法是无法度找到啦。爱找到东华东，一定要用心去找。用心。今麦恁两个把酒开开，摆渡心中所过十点，一心只想要找到东华东。心想你哦，小狗厉害啦！来，咱过去里去找天干。好，呀。心想啊，这除了这张石桌以外，根本就无啥物天干嘛。叔呀，刷来，咱安怎做啊？咱讲详细找看卖。有所得罪之处，请你原谅。总算来一个口，礼貌啦，出来跟我讲话啊。请问道友安怎称呼？我，你要知我的名？你注意听哦，我叫做昊天犬。昊天犬。就是比较。好车拖延顺，好天气啊！我想你请问下，你敢知影天眼这个物件？你哪知天眼的代志？听你的口气，你应该知影天眼的下落。这拖延顺。真好诶，咱总算哦找到天眼啦，安尼迎接伊个救啊！是啊，你来搞，你来搞，你赶紧讲出来哦，你的天眼到底是在倒位哈？
车，咱是来这找人斗相共，你的口风哪遐歹啊？苏雅姨哦，好啊好啊，好天客，因为阮有一个朋友需要天眼的疗伤，所以想要请问你，天眼伫倒位？这。